因为富斯呢位选手啊，都介绍下佢先。廿五岁，嚟自美国嘅选手啦，1.96米嘅身高，2015年咧就转打职业赛，职业生涯赢。好彩就连中赛个表现啦，都见到富斯好翻，咁啊入到去最后四强嘅。吴亦炳今日嚟自中国浙江杭州嘅球员啊，23岁，1.83米嘅身高，2017年咧就转成。唯有靠一啲移動啦，一啲靈活嘅移動啦，去取勝。14-15，好似有啲表。我睇下，我見到富斯第一發球嘅成功率唔係好高，咁亦都有啲反轉。好啦，呢度。15-15。嗰陣時有兩個 break point 啊，而家富斯睇下扳唔扳得到啦。今日就吳亦炳個入局嗰個速度啊，冇早兩日咁快啊！進取嗰一位嚟噶啦，未太入局啊！好，呢度就開翻個防守啦。但今日就好多自己嘅失誤啊！一個靚
呢啲啦。哦，有喎呢個波。外旋發球結束埋呢一 set 咁啊！呢度楞一楞發球。進取的，所以變咗睇呢一場比賽咧，即係唔可以預期兩位選手嗰、那個來回板數啊、個 rally 嘅次數啊，同琴日對落嚟咁多。15 love， 特別靚。繼續收睇第二場嘅比賽啦，暫時都45嘅優勢。今日放多咗短波，見到吳亦炳頭兩日嘅比賽啦，少少。先至落嚟嗰場比賽，我哋都有、比較過兩位選手啦。落嚟就真係好穩定嘅發球。喺 40 love， Can Fritz， 見到唔掂。一個好嘅開波，幫吳亦炳拎翻底，好多時候留意佢啦。咁我相信之後亦都大家都好期待佢喺成人賽。誒，厨师嚟。哇！呢版富士犀利，啲聲
咁所以個波嘅彈跳亦都係有少少不規則啦。就出咗手啊！好啦，出现咗呢场比赛首个嘅 match point。好啦，结果就美国嘅胜手富斯以一个 ace 波啊，完结咗呢一场嘅比赛啊！咁啊，以盘数咧2-1击败咗吴亦炳。